光头可以吧？光头够霸气的呗。啊，我来了，带账难道认不出我是我？真是创意嘛！我问你们，我这样子喊麦呢，是不是比平常呢霸气多啊？而且我跟你说呢，这样就算你们截图也没人认识我啦。随便你们录影呗，这好了，我要变成黑社会了啊！霸气的给我打霸气，给我大拇指，来了！我他妈就是黑社会，追我的爷们得排队。我左金龙，我右白虎，我中间我那个米老鼠，我大裤衩子大拖鞋，谁不叫我叫一姐？我们台中新人都叫我社会人。跑得快，但小子眼看又偷刀，我夸夸撒腿就是腰，我拼命的溜，我拼命的跑，我卡得跟头山一样，溜溜拼命溜，拼命走。歌词错了，回头一句雷不见，一姐我起来上山看，我猛男低头这么一看，一姐拖鞋开了线，谁？是谁？谁在我身边偷拍我拖鞋？谁？是谁？谁在我溜的时候踩我拖鞋？真淘气，真淘气，一姐的拖鞋这么给力。既美观又好看，上面还有个小裤带，我不干不干，还我几块钱那群混蛋，我不干不干。好，停了，停止了，不行了，一直掉，那个已经不粘了，因为我那个太紧张了，人中冒了很多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黑社会好吗？哪里是三轮车啊？不用也很霸气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这么快给你们扮丑的吗？连一组六六都没有啊？有有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公屏往上跑了。感谢敏捷，感谢子豪哥，感谢明师，主播辛苦了，你看你们看一下，我也觉得我特别辛苦。那个老烦你今天开麦说话好不好？我怎么喊一首歌人气跑掉了100人呢？你开麦说话。要不要我把你的胡子永远都粘在脸上？有人要求要反过来粘啊，你的胡子要反过来粘。在干嘛呢？怎么又把视频转了？看到狗了，看到 B 类了。今天就一直看到你把视频转走，视频转走，视频转走，大家都没看到啊！你快上嘛！你管我把视频转走，就算我把视频关了，你连麦你就是给我唱好不好？快点！被骂的。Demacia. Today is a good day to die. 对手可可摩拳擦掌，战场谁能够得到所杀？猎物逃不出我的手掌，你就尽管逃吧，直到被我塔杀。哈哈，别管我的字也太伤，我的慈悲从世世的输家。人人上了300也非不向往，画面都黑白，对线我太强。子弹不长眼，可别躲在角落，被我逼着问你，看见我在享受，神乎奇迹。你说你受够，对我抱怨，你怎么一直送头枪口？随着你移动枪口，就在你背后，看我出现，快脚闪现。快如闪电，那是我的指尖。尽管在逆风之中，我依然不退让。远方传来一阵嚷嚷，鼓震发颤。冲突轰炸着曙光，暂时们不曾彷徨。尽管残血与枪伤，也不曾感到恐慌。我记忆深浅，早已准备集结回马枪。冲突轰炸着曙光，我的嘴角正在闪亮，脚下慢慢烟消。
临阵脱逃，沮丧的眼角，冰柜神速让你惊心眼冒，黑与白是我送你的颜料，这场战役你举棋不定，眼线早已布满你的阵地，欢迎光临丛林的陷阱，羊入虎口怪你太过大意，风尘略历天生的将军，我的战术好比诸葛孔明，万夫莫敌全场靠我 carry， 所有角色在我手里都是 OP， 压一时荆州那不要紧，压一时清风是我送你，看你见战况眉头深锁，下巴脱臼喷打 kill，任风传来一夜战狂战孤阵发招，冲突轰炸着曙光，战士们不曾彷徨，尽管残血的壮壮也不曾感到恐慌，我替你下剑脑残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你啊，很紧张对不对？很紧张。我讲个笑话给你放轻松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呢，你以后呢去找人家点麦的时候，人家把麦交给你的时候，没有第一件事，不可能叫你唱歌，叫你唱歌表演才艺，第一件事啊，你一定要呢就是介绍自己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先介绍自己，农村你要回啦，你要去哪里，你要介绍自己，不然呢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谁，对不对？然后唱的是什么歌，就可能我刚刚就会说呢，那个我叫小一啊或者什么的，然后呢我现在唱是什么歌，这样子让给人家介绍，这样子懂吗？然后呢别紧张好不好，那个跟我直播我们都每天都见面的人，你还紧张是不是？那个我要不然我这样好吧，我讲个笑话给你听，我讲个笑话给你听，我想一下，要不然我问你个谜语好了，好不好？我问你个谜语，那个老鼠为什么会飞？你快速回答。老鼠为什么会飞？快速回答。对，不知道哎。不，对，这样。豆豆怎么了？老鼠为什么会飞？快速回答。不知道哎。因为他吃了会飞的仙丹，因为他吃了会飞的仙丹。那你知道蛇为什么会飞吗？蛇，这也是吃了会飞的仙丹吗？不是啊，他吃了会飞的老鼠。那你知道老鹰为什么会飞吗？什么？再说一次。哎呀，我去啊！快点！有人讲答案嘞！你讲出来，先再说呗。讲出来，他本来就会飞。啊，对，没有，你错了，他是会飞的蛇。好不好？他是会飞的蛇 ，OK。哎，我看一下我们延迟有多大，我喊一你喊二好不好？一二一二，我靠，延迟十秒钟以上啊。那难不，我跟你说呢，不是他迟钝啊，是能够我们两个之间延迟太久了。那个脑残，你加我朋友吧，我给你发语音，这边的你就闭麦好不好？你的好友答案多少？我叫你好友答案多少？你别讲出来啊！你私聊我，我害怕我一问你跟我说哦，好友答案一二三四，你私聊我一下，好烂哦！我刚刚猜对了一半，兄弟们，脑残的答案呢？我刚刚猜对了一半，烂透了。你这样有一天会被爆破，我跟你说，好不好？那个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私密我一下，好，你把这里的那个麦克风呢关掉，然后。